赢你，老子在码头干了20年，丢你就像丢沙包一样。本场比赛，野狼胜。打得好，我给你安排的这出戏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过瘾。不过我更想看到无影上场。我跟你想的一样。石元君，把无影叫出来。嗨，把无影放出来。快点上去。你们都听着，这个新四军很能打，你们谁要能够打败他，统军大大有赏。哎，老大，老大，你听到了？咱打不过那姓韩的，还不拿他的人出出气。哎，是啊，我来。好，上来。加油，老大，老大加油。你可够狠劲。比赛开始。本场比赛，无影胜。这小子还有两下子，我希望他打赢所有人，最后让我来亲手打死他。老大，你怎么样？
在旨现在台上，谁要是被打出局了还敢动手，这就是他的下场。剃头，老大，老大，你醒醒啊！吴彦翁，老大，你打得很精彩，以后每到你上场，我都会过来捧场的。记住，你要好好的活着，因为你最后必须死在我的手上，啊！好了，今天的比赛就到这里，明天继续。姚副官，怎么了？觉得今天的比赛不精彩吗？很精彩。少佐，找我们有什么吩咐？我一直在想，今天下午在集中营看到的那个姚邦彦，你们觉得他有什么可疑之处吗？少佐，您是在怀疑什么？我在想，他跟我们说他是来找钢笔的，三番五次的往集中营跑，难道就不会有其他的什么原因吗？少佐说的有道理，之前我们就一直怀疑皇协军内部有奸细，不过这段时间这个内奸隐藏得更深，我们没有抓到什么线索。会不会这个姚邦彦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呢？现在还不好下定论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要给我密切监视姚邦彦的一举一动。嗨，还有，你们派人到他老家去，查一查他有没有在老家娶过女人，一定要把他底细给我查清楚。嗨，去吧。什么？赤坂真的派人去查我在老家有没有结过婚？是啊。幸亏我们早有安排，否则因为这次你就暴露了。不过赤坂已经怀疑到你，目前暂时你不能再有行动了，以免暴露。可是现在正是查找夏明峰同志的关键时刻，这次我差一点就能查出来郑寒江到底是不是夏明峰。哎呀，你不能再查下去了，你潜伏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二嫂说得对，现在的情况我也只能停止行动。等鬼子放松了警惕，我会继续查下去。对了，你现在转告白队长，让他们先不要着急。好的。根据我们在联络站传过来的消息，说鬼子有个集中营，营里面有个人，很可能就是夏云峰同志。那我们还等什么呢？马上去救他呀！不行，内线通知，而且还没有确定那个人到底是不是夏同志。你看你说了半天不等于白说吗？咱那个联络站到底有用没用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咱们得到的很多消息都是联络站给的。那你为什么不带我去那个联络站？怎么着，不信？